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与胡歌搭戏时的合照，照片中胡歌一身正式装扮，打扮十分严肃，久未露面的他看来十分憔悴，不仅胡子拉碴，满面有黑，皮肤更是粗糙不已，不复当年逍遥哥哥俊俏。从该网友的配文来看，胡歌此次出演的是一部比较正式的纪录短片，并且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少数民族，看来他的确是为新作品付出不少。此前胡歌因为2005年在仙侠剧《仙剑奇侠传》中塑造了李逍遥一角，被大家所熟知，而前段时间《仙剑奇侠传5前传》官宣新阵容，想必大家有所耳闻，胡歌已经确定不再作为主角参演，看来随着年岁渐长，他的戏路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